主料，择熟一只辅料大米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一只紫薯去皮切开，再切成小块，切成块放蒸锅里蒸，放蒸锅里蒸熟后入碗，再弄成薯泥煮白粥，把米烧煮烂点，改成小火，加入煮熟的紫薯泥，继续再煮沸即可，入碗享用。烹饪技巧，也可以把紫薯放锅里一起煮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